手机预约轿车，不要点，来来点，我怕它在你那边会坏掉。哎，我们哦。有车了，有车了，有车了！哎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被监视啊？我觉得要让五羊试一下，你是不是累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累了。好烫哦，好烫！啊！哎，等一下啦，我只是想说，一人负责一边，五浴室的被子，你泡进去干嘛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住在东森超市，三三频道。